渣子，给你，给你吃啊，手里也不错啊。来吧，给兄弟们中间哪块牛肉干？我告诉你啊，中街就是那个刘老根大舞台对面有个兴隆大家庭，知道吗？兴隆大家庭的地下有一家那个小火团，他家的牛肉干好吃，你买原味的啊，我觉得那辣的一般，原味的好吃。给你们唱段二人转啊，唱段二人转。两腮皆未从说话，泪汪汪啊，口尊上心难大人，细听衷肠，你言说是我的大哥回家转，我盘问盘问家中往常的李根龙，想当初咱们家住的那个什么府，然后搬家什么村庄的李根龙，什么村庄修宅院，修的是什么门楼，什么部落的墙的李根龙，那楼盖的高高遮日月，那楼盖的矮晃太阳的李根龙，那楼盖在那个蛇盘地，那楼盖在卧龙岗上，这一宗这一间，你若是打的对，老大人哪、小妹妹呀、我能认你子玉大哥转回家乡啊，咱们俩是一个娘啊。谢小圆呐，听众没有啊？谢小圆呐。